现在就是以后想回头的理由，什么都没有用，爱是唯一的挽救。我不怕爱的过火，就怕没人懂我，却听见心在大声呼喊，到底谁说还要解脱，伸出手带我走，找到下个出口，让寂寞放过我，我们握住双手到世界的尽头，看清楚、oh yeah, 你不必想太多，谁说爱要结果，伸出手跟我走，解开心中迷惑，让冷漠都逃脱，我们握住双手到世界的尽头，让我爱、yeah、从开始到最后、oh、我出去了，又要去夹娃娃了。哦，最近跟阿水走得很近哦。那是因为你都不陪我，我才去找送水来的。谁喜欢去夹娃娃？我们等一下去逛夜市好不好？今天啊，不要今天了，阿水今天在值班呢。明天好不好？明天他放假，我们一起去。早知道你有异性没人性啊！人家苗之手在局里 stand by。你就在家里 stand by。以前那个自己会去逛书店啊，逛花市里，佳佳去哪里？不跟你说了，重色轻友。连个短讯都没有，不知道是不是在忙。导播，佳佳，谢谢你上次帮我一个大忙。那没有什么。对了，我是热咖啡。谢谢。小玉现在怎么样？出国了吗？下礼拜的飞机，我正在帮她挑一些儿童书籍给她带去。其实小玉她妈妈看起来人不错，而且又讲道理。为什么你们会搞成这样？其实说起来都是我的错。我到新闻组之前是待在综艺组的，那里的生活不像现在这么有规律。常有直播的饭局、应酬，身边的诱惑也多，每天花天酒地的，严重的忽略家人，所以我老婆她因为她对我失望，而有了其他男朋友。不好意思哦，我不应该问的。至少我得到了教训，学会珍惜身边的人。上次我见到你男朋友的时候，他好像很在乎你，要懂得珍惜。而且你不用担心，我们等一下就把它抓下来了。啊！喵！哇！哇！哇！谢谢他。哦。没事没事。
谢谢，谢谢你哦。不会，可以下来了。汉森，我去把车开过来。谢谢啊，小姐。你不是说你家的猫不敢跳下树吗？为什么现在跳得又快又准？明明还小嘛，我以为它不敢跳下来，才在树上待那么久啊。好啊，那请你以后多注意自己的宠物。消防资源应该被用在更需要的地方。你们消防队不是本来就应该帮民众抓猫抓狗吗？小姐，走了，走了，走，走了。小姐，我们的法定勤务是火灾预防、灾害抢救跟紧急救护，帮你们抓猫抓狗是服务，不是义务。你有没有想过？算了啦，猫没事就好了。你赶快带它回去休息吧。你为什么不让我把话说完？民众也是不知道怎么办才会打电话给我们的吧？那得看状况吧。民众不懂，我们应该趁机教育啊。我们不是随时都有空来抓猫抓狗的。好，不然这个样子，有那些抓猫抓狗的任务全部交给我可以了吧？啊？哎，你们两个在干嘛？说对了，有事回去再说。说对了，哎，走啦。哎，天气热，火气大，喝个凉的吧。清凉又退火。干嘛？念广告台词啊？你们干嘛啊？一个呢是想要提醒民众不要浪费消防资源，一个呢以服务大众为主旨，两个都没错。那你们吵什么？除了你，永远那么乐观。要不是你妈来对上，大家都还不知道原来家里压力那么大。哎，快乐也是过一天，难过也是过一天，人生要热情才有希望嘛，对不对啊？水来，如果现在把你调往内勤去，你还是会像现在这样充满干劲吗？哦，我不要，我不要。如果你把我调到内勤去哦，我看。我的手脚会萎缩，头脑会退化，我不要。汉森，你想调内勤？没有，随便问问。喂，你放心啦，他哦表现这么好在队上，想调内勤，不可能啦。是不是考虑转调内勤？你怎么知道？你刚刚自己问水来的啊。而且我觉得你也不像会想这种问题的人。是不是跟郑云有关啊？他希望我转调内勤。阿叔，如果是你的话，你会怎么办？你怎么会问一个淘汰出局者这种问题啊？阿寿，其实我觉得你放心啦，我不会因为这样就觉得我不如你。不过有一点，我承认我输给你，安全感。安全感。可能是个性的关系吧，我太浮动，没有办法给他安全感。就算我今天没有当消防员，我觉得我还是会跟他分手。但是你就不一样啊，要是我是女人的话，我也会选你。就算你在这里，或者是转向内心，你都可以给他安全感。不是吗？反正呢，
就顺其自然吧，不要再为这种事情烦恼。我们先看了很多间房子哦，你看，这大楼很不错，它的中庭也很漂亮哎，只是很可惜，它的公共设施的比例太高了，所以我觉得我们买得起的坪数可能就……建强，哦，你打定主意就好了，重点是你跟小宝又住得开心了，嗯。怎么了？你在烦什么事吗？是对上的事情啊？我真的是什么事情都瞒不过你。没错，我在想汉生的事情。汉生？嗯，汉生不是对上最优秀的吗？他有什么事情让你烦恼的？汉生最近他在考虑要转掉内勤。那样蛮好的啊，不是会比较稳定一些吗？可重点是，这不是他自己的意愿，所以我在想，应不应该帮他这个忙。静莹，哎，大嫂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今天来是有任务的哦，妈。不要以为我只是家庭主妇，我可是本区的妇女防火宣导队的小队长。这些呢是一些宣传的资料，你要了解一下，消防的知识要充实是很重要的。根据统计，有90%的死亡火灾都是发生在4楼以下，而且78%都是外人报的案，所以里面的人都不知道失火了。所以如果我们可以提早预防火灾的话，这样逃生的几率不是就比较大一点吗？大嫂，你真的很不简单哦，懂这么多关于消防的事啊。如果呢，你跟一个消防队员啊在一起生活10年，这些事啊就像吃饭一样，不知不觉都记在脑子里了。啊，忘了倒杯水给你，等我一下。哎，振宇不用了。哎，振宇，怎么了？不舒服？我最近老是这样，肯定是贫血吧。那去看一下医生好不好？我陪你去啊。大嫂，不用了，没有这么严重。预防重于治疗。这是我的，这只我的，这个也有给你，这个给你，这我的，这个我的。其实这我的，你们不用分得那么清楚嘛。哎呦，那不一样嘛，你也出了很多钱很多力啊，该你就是你的，我不会占你便宜的啦。是我想被你占便宜啊！哎，这好像是我家店，这个也是啊。哎呦，看来看去都没有家家的消防娃娃可爱嘛。会吗？我觉得你今天夹的娃娃都很好啊。你看这只眼睛这么大，它如果当瞄准手的话，喷水一定超准，好不好？而且它还会倒立呢。你再看看这只，这么壮。他当消防员的话，一次可以扛2-3个人，好不好？听你胡扯，哪有一个人可以扛2个人的？我就可以啊！我跟你说哦，我每次到火场救人的时候啊，肾上腺素就会分泌。我肾上腺素一分泌的时候呢，我就可以左搂一个，右抱一个，恨不得嘴巴再拎个，救人冲出火场。吹牛！真的真的，我跟你讲哦，有一次呢，我去救人，一到现场看到一个老太太，差不多100多公斤重吧。我一看到她，哇，完了，这怎么救？可是呢？我看他的表情，他看着我，那种感觉好像我是他唯一的救星。结果我的肾上腺素又分泌了，我就抱起他冲出了火场。怎么样？哎，我怎么觉得你好像不太相信我的话？我不相信啊。真的吗？那你测试一下啊。好啊，谁怕谁啊？来来，怎么弄？来来来，手给我，手给我，手给你。你看我平常就是这样救人。还没跳。我不躺在这，哎呦！还有啊，在火场最怕放什么，你知不知道？不知道。就是闪燃，闪燃是什么，你知不知道？不知道。闪燃呐，很恐怖，你会爆炸的啦！哎呦，真的假的？真的啊，我是消防员，我是专业的，好不好？那到底什么是闪燃呢？我跟你说，这个闪燃呢，就是在火场里面燃烧缺氧的时候，突然有新鲜的空气注入，这时候呢，火场里面所有的东西哦，都会突然燃烧。
这么可怕？对啊，但是闪蓝跟浓烟，我觉得烟比较可怕。怎么说啊？你有没有听过伸手不见五指啊？感谢的你，原来才是最这间店还蛮好吃的哈。对啊，下次我们可以再来啊。啊，对了，我想问你哦，你有没有比较喜欢吃什么菜啊？譬如说是重口味还是淡口味，咸的、辣的，四川菜、泰国料理，或者……你怎么在做形象测验？不是啦，我在想啊，我每次都出来外面吃也不好啊，还不如改天啊，我自己家弄一些菜，然后请到我们家吃啊。既然你这样问。那我要告诉你标准答案。只要是你做的，我都喜欢吃。走，带你去个地方。什么地方？煎荷包蛋给你吃。荷包蛋。佳佳，佳佳，太阳出来喽 ！Hello。哎，佳佳，太阳出来喽 ！Hello。好漂亮哦！不过我等这个荷包蛋等好久了。值得的，这样子的好东西，我只跟你分享哦。是谁发现的？天边的荷包蛋哎！我爸。我小的时候，他不会煎蛋，每次煎荷包蛋蛋黄都会破。每次带便当到学校，我都觉得好丑。有一天我闹别扭，不肯带便当。那天早上一大清早，他就把我叫出来看日出，跟我说：“你看，你妈煎的荷包蛋就跟那个一样漂亮。”他还说：“你妈在天上，天天会煎荷包蛋给你吃。”你是不是想念你妈？我不记得了，但是我记得。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我爸哭。我也会难过啊，但是我就是哭不出来。除了几张旧照片，我对我妈根本没有什么印象，就连做梦也梦不到。可靠消息指出，名主播李佳佳彻夜不归与野男人厮混整晚。嗯，喂，那个周刊就是他卖友求荣的室友。哦，所以你承认了，你一整个晚上都和苗之手我在求你。不是你想的那样，什么表情啊？喂，李妈妈哦。惨了惨了，佳佳她变坏了。我们只是去看日出，就是这样。小狗仔，你就不要给我交男朋友，看我怎么回报。好了好了，不闹你了。哎，我是要问你，赵导播要离职了，大家要帮他办一个送别会，你要不要凑一份啊？赵导播要离职？什么都没有听他说过。听说也是临时决定的，千城还是送急件呢。不过到底是什么原因，也没人敢问。送别会你会去吧？嗯，当然了。嗯。
听说导播要离职了。怎么会这么突然？是不是有什么特殊原因啊？我决定到美国去陪小玉一阵子。你跟小玉的妈妈复合啦？怎么可能？我不过是得到她妈妈的同意，希望能够在美国陪她姑姑适应期。哦，对了，小玉要我转交给你的，这可是小玉第一次主动与外人接触，也因为这样恢复了我对她的信心。我相信小玉一定能够很快恢复正常。导播，帮我跟小玉说声谢谢。应该是我跟你说谢谢才对。也许你不知道，其实你对我们父女俩帮助真的很大。前世就可以证明我说的是对的。我看你比我需要吧，搞不好啊，那个催眠大师可以帮你找出那段被遗忘的童年往事，好比说啊，曾经被什么怪叔叔带到无人耕地之类的，所以啊，现在自己才变得那么古怪，乱七八糟的。小雅，你们刚刚在聊的什么催眠大师啊？哦，还不是就是一个同事想要戒烟，可是用很多方式都戒不掉，就找了一个催眠大师来啊，听说还没有用脸。最后一群人还跑去凑热闹。哎，那如果是失去的记忆，他能不能找回来啊？嗯，能不能我是不晓得啦。怎么，你想去看看自己的前世今生吗？哎，这样我们一起去好不好？我一直觉得啊，我上辈子是个满清格格，皇上吉祥。这样，怎么样嘛？好啊，那你把电话给我。嗯，好啊，记得哦。嗯，哎，快点，好好吃，哪有这样子？你就试试看嘛，佳佳。催眠这种东西不过是江湖术士拿来骗人的东西，怎么可以相信啊？可是我的同事他真的成功戒烟啦。戒烟是靠意志力的，不一定是催眠的功效吧？你说的也有点道理，我也不是百分之百相信这种事情。也许你去讲那种什么前世今生是夸张了点啊，但是你的事情是真的发生过的，哎，只不过是你暂时忘记。如果我们用一些心理治疗的方法，然后把那些记忆找出来，也不是不可能的嘛。你不是想记起妈妈的样子吗？只要有点点可能性，我们都不应该放过的。况且就算不成功，对你也没有任何损失啊。试试看嘛。陈医师马上来，两位请稍等一下。谢谢。谢谢。好多蜡烛哦，不知道是不是催眠师必备的，还是需要营造气氛的？应该不是吧？你看这些蜡烛都没有点过，应该是收藏的。没错，这是我个人的爱好。你们不觉得蜡烛本身有某种神秘的吸引力吗？两位请坐。谢谢。我是陈国祥，你就是苗先生吧？我刚有看过你个人资料，今天要进行催眠的是你，对吗？
我们是朋友介绍来的，值守他一段童年的记忆是空白的，所以我们很好奇，是不是能够经由催眠的方式让他这段记忆恢复。我钻研催眠已经有20年左右了，这其中的确有很多 case 是可以帮助病人把他遗失片段记忆找回来，但是也有不少失败的例子。在催眠的过程中，最重要的就是对催眠者的信任，因为至少要透过我的引导才能进入催眠的状态。放轻松，对，你觉得越来越轻松。现在想象你的身体很轻，很轻，慢慢的浮了起来。现在你前面有一个光，越来越接近，越来越接近，越来越接近。没关系，我们再试一次，如果这一次还不成功的话，我们下次再试好了。不要给自己压力好吗？现在慢慢把眼睛闭上，你觉得很疲倦，很想好好的睡一觉，现在觉得很舒服，全身都放松了，就像回到了家，最温暖的怀抱。多么的孩子哪去了？多妈妈的孩子不见了？多妈妈的孩子睡个觉？妈妈！啊，来了来了。来，子守，把这衣服拿到房间去啊。好。乖啊。你赶快来，赶快来呀、啊！快快，好大的一个瓜！来来来，你赶快过来，过来看呐、啊，你看看，哇，好大的一个瓜！哎呀，你看，耶，好棒啊！对啊，今天我们有南瓜汤可以喝了。你看到了什么？可以叙述吗？妈妈还在画面里吗？什么事情让你这么紧张？我不知道。我老师啊，子守。没关系，不知道没关系。那我们现在慢慢回来，不要急，慢慢来。我数到三，你就回来。一、二、三。你陪他一下好吗？姐姐，我看到了，我看到我妈了。
妈，对不起哦，最近比较忙，都没有空来看你。你一定很寂寞吧？云深还有来看你吗？妈，其实有时候我很羡慕你，可以在自己的世界里无忧无虑，没有烦恼。可是有时候，我也希望你可以醒过来，就算只有几分钟都好。妈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哦。我最近碰上一个我很喜欢的女孩子，可是她希望我放弃我的工作，但是我真的很热爱我的工作，我不想放弃，我真的好烦哦，我真的不知道我应该怎么办才好。是不是应该放弃他？对不起，我妈，我不应该对你太奢求了。你就一直哼这首歌？那是我催眠的时候隐约听到的声音，感觉很熟悉，但是又很陌生。我怕我会忘记这首曲子。会不会是你妈妈唱给你听的歌啊？因为我从来没有听过这样子的儿歌哎。喂，爸，你有没有听过这首歌？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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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爸，我知道了，谢谢，我再跟你解释啊。佳佳，我爸说那是我妈以前哄我睡觉的时候唱给我听的歌。是他自己编的，那表示你刚刚看到画面是真的，而且也真的发生过这些事情了。嗯，我本来也不确定，但是画面那个女人对我好好，好疼我，但是跟照片里妈妈有点不一样。但是我现在可以非常确定，她就是我妈妈。因为你从来都没有忘记过她。我可以看到妈妈在对我笑，我可以听到妈妈唱歌的声音。如果我再去催眠的话，也许可以看到更多的东西。佳佳，我们再去好不好？可是我看到你后来的状况，我会替你担心哎。你呼吸困难，感觉很痛苦，很难受。后来，我也不知道。
我只觉得好像有危险，我好担心妈妈。你妈妈去世的时候你几岁啊？六岁。你开始发生不舒服的时候好像就是催眠师带你进入六岁的时候，这两件事会不会有关系啊？我也不知道，但是我真的很想见见我妈。我想来见她一眼。报告，进来。你来了，你永远是第一个报道，是不是？队长，我有一个不情之请，想请你帮忙。有话就说啊，干嘛吞吞吐吐的？这件事情，我想会让队长有点为难。你从来没有做过不合理的要求，会让你这么慎重，一定是很重要的事情。说说看，如果能力所及的话，我一定帮忙。我想请队长帮忙，帮我转掉内情。你觉得怎么样？这是我们47坪的样品屋，那你现在所看到它的室内跟楼高都是以后它的实际尺寸。那它室内实际的坪数有34坪，那以后你所看到它的格局是。谢谢，我跟我先讨论一下。OK， 那你们两位慢慢讨论，不打扰你们。谢谢。哎，这里格局很不错哎，很适合我们家三口，而且离小宝学校又很近，这客厅也很大啊。以后汉生、雪莱他们来的时候，有很舒服的地方可以坐。李轩，谢谢你，你什么事情都为我着想。我这辈子没什么大成就，唯一做过最好的两个选择，就是选择了你，还有当了消防员。你把我说那么好，我会不好意思的啦。我说的是真的。尤其当今天汉生跟我说希望我帮他调回署里工作的时候，我才真正感觉到这些年来我是多么幸运，可以照我自己的意思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，没有任何压力。谢谢你汉生，总算下决心了也好，事情总该有个决定，这样郑云的心里也会踏实一点。对了，我打个电话给李医生，问一下郑云的检查报告出来没有。因为 Lucky 跟我说啊，他很久没有看到大姐姐了，所以他想请大姐姐去他家吃个饭，然后他还硬逼我啊，说满桌子的菜，他又硬逼我来接你。不知道大姐姐肯不肯赏光。我现在呢应该打通电话给 Lucky，跟他说呢，我没有空，改天再说吧。哎，我已经请队长帮我去梳理掉内情了。队长答应我，一定会尽全力帮我。为什么？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决定？难道不要后悔吗？
有可能，可能会后悔吧。但是我知道，如果我现在不这么做的话，立刻就会后悔。在郑小姐的脑部发现一颗肿瘤，怎么会啊？你确定吗？是良性还是？我们希望是良性的，但是我希望能够再做进一步的检验。万一是恶性的，需要开刀，成功几率是多少？不到30%。那如果不开刀的话，我还能活多久？这只有一两年。相信我，我会给你一个温暖的家。就像过了一世纪，上帝为什么要跟我开这种玩笑？好不容易才开始感觉到幸福，却又狠狠地将我拉开。我看这个连续纵火是同一个人做的，如果他有继续犯案的话，说不定可以留下一些线索，可是他就这样消失不见了。一太多真心就害怕会伤心，空荡的眼里游走在人世间，错过了你却不能够清醒，看见这个世界万物太拥挤，却把身边互相拥抱的人当作透明的尘埃，是否因为我们都还太年轻，所以用浪费自己生命，忘记了。人与人之间缘分真的很奇怪，你是消防员，而我是新闻主播，两条不同的线居然在这个地方交汇了。谁躲在黑夜里后悔，谁能拉住我不要再往下坠，这工作需要专心，我不想耗费了我一生的担心。